Hello everyone. 大家好，我们是台湾国际同工路威牧师和陈依林师母。这是我们儿子伟廷入读的福乐小学，他就读三年级。福乐小学由一年级到六年级，有大约600名学生，并附设三年制的幼稚园课程。除了伟廷在这里上学之外，路威牧师也在这里当义工，每周一次在校内讲英语故事和教唱歌。I'm gonna let it shine. It's the light of mine. I'm gonna let it shine. Let it shine. Let it shine. Let it shine. 请大家为福乐小学学生祷告，求神让他们认识真理。学校会向神明供奉食物，并会有佛教徒前来讲授佛经。求神让伟廷在同学间为主发光，并让路威牧师讲的故事和教唱的歌曲深入学生的心，从而结出好果子来。